咁呢個大道就係香港個傳媒第二個比較特別嘅現象。除咗話有圖有真相之外咧，另外一個現象就係乜嘢咧？就係話你唔明嘅話咧，就會覺得勁噶啦。咁於是乎我就將嗰三個理論就化成一啲你睇唔明嘅符號。咁但係經濟學家就好中意呢啲咁嘅符號嘅。三個理論係乜嘢咧？第一個就係話有 K 有 Y 咁嗰嚿嘢咧，就係話係資本家賺嘅收入。OK， 資本家喺個社會上邊賺取嘅收入。咁其實第一個理論就啱啱係女人嘅啫，就話資本家賺嘅收入，一方面咧咁當然係個回報率最更加高嘅話，咁佢賺多啲啦。咁另外一方面就係個 beta 啦，咁有呢個羅馬數字係咪啊？呢個 Greek 唔係希臘字母，咁啊更加係覺得我高深啦。